主料芹菜105克，鱿鱼想80克，辅料油盐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食材芹菜鱿鱼想已洗净，将芹菜洗净放在案板上切成段，待用将已洗净的鱿鱼想放在案板上切成丝，锅到油烧热，下入切好的鱿鱼想，加适量的料酒翻炒翻炒，接着和入切好的芹菜翻炒翻炒，然后加适量的盐调味炒匀，即成。入锅装盘，烹饪技巧家常菜，简单易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